美南信文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四十余载，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，积极为亚裔发声，推广中小商业发展。请看李卫华先生的每日专栏《我看天下大小事》，红兔大展，玉兔迎春。癸卯兔年之到来，我们走出了三年病魔之阴暗岁月，我们大家伸出双手，共同迎接新春之到来。我们的工作伙伴始终站在工作之最前线，在社区之每一个角落，以手握之笔及肩上之摄影机，报道人间之欢喜，和社会大众共同走过艰难之坎坷路途。走在休斯顿百利大道上，我们目睹川流不息之车辆和拥挤在商场之人群，那股喧哗杂乱之乡音激起更多的乡愁。许多人因为战乱求生，辗转在此，落叶生根。凭着我们坚毅不拔之奋斗精神，我们把废土耕耘成绿地，把这片土地变成了自己的家。每年一度的新春园游会再度登场，闽南传媒大楼前的双金雄狮再度迎来各方贺客，我们在此再度说声感谢和感恩。